为着行使选举权，并投下神圣的一票，即日定八张里的居民，真早就开始进入投开票所投票。选务人员也在门口做好防疫管理措施。虽然有时阵人一多，情形就小可混乱，但在选务人员的处理下，真紧就恢复良好秩序。那我们按照既有的规划，就是领票加投票。那我们特别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投票区圈选处哈，设立一个发招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圈票处哈。开票秩序8点一早，民众相当的踊跃哈，就等不及了来投票哈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场面是有点混乱了，不过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协助还有警卫的安排之下哈，那我们还是井然有序的来完成这个投票的动作。关帝人民真早起回来直接在八张社区来投票，并跟乡亲做伙排队等待，心情看起来是相当轻松。伊对了向所有候选人表达辛苦啊，嘛期待当选人就任后会当用心为民服务。大家各候选人啊，都努力了一段时间了、啊，都非常的辛苦哈、哦。今天啊，终于啊，精神可以松懈一下哈、哦。他、就等待晚上啊开票的结果哈、哦。我相信啊。这个选举啊是有赢有失的哈，如果赢的哈，我们不要太高兴了，我们要加强为地方的工作来努力哈，输的哈没有关系，你对参政啊非常有兴趣的话啊，你就再继续耕耘哈，4年后啊你就有机会了再来表现哈。在直接在八张社区投开票所的投票进行相当踊跃，并且嘛针对长辈、甲新长人数、甲发烧的民众有大型的服务，会当投下神圣的一票，大家拢真期待开票的结果。记者金山差不多。